好啦，今日咧，我哋早上咧就由 Bubu 咧做呢个小 B 大任务，自己翻学校咯，系咪啊？好啦，咁咧，爹哋就做摄影师咯，睇下你自己识唔识路咯。OK， 好啦，我哋而家开始。咁而家过得未咧？做乜你要跑住翻学咧？姑姑，你最中意玩咩啊？点样行到去学校咧？转左边定右边咧？定系直行咧？咁你上咗去等咪得咯？俾姑姑会唔会俾架校车吸引咗？你嚟企喺呢度翻学咧？佢最后抉择咗都系上楼梯翻学。已經越來越近呢間學校啦，佢就嚟完成佢任務啦。喂 ，Hello， 你玩緊小 B 大任務啊？咁你咁慘？係啊。就嚟到啦，快啲啦！哎呀，又襲擊攝影師啊！呢個又襲擊攝影師啊！你終於你成功啦，翻到嚟啦！又襲擊攝影師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襲擊攝影師，好啦，姑姑終於翻到嚟啦。